而且物超所值，你们要试试看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今天我们公司 QMAX 荣幸邀请到王师傅来 test 我们 QMAX 的 product。好 ，OK， 王师傅，现在我们打开这个 bonnet 盖哈，来看我们安装的地方哈，还有安装它是什么好处。好 ，OK。所以那个黄色我们叫做 QMAX Energy Saver，那个是很多作用的哈。第一，我是跟你讲，我们放那个 high pressure aircon 的 high pressure，那个是给那个 aircon 比较快冷，快冷的话，那个 compressor 比较少做工，所以那车扭力也是省油。OK。第二，我们会放在这个 plug 的 cable 那边，这个是给那火比较稳定，还有一个给那火比较大的。OK。第三是在那个是油喉。在里面，里面的，那油壶呢是给它那 combustion 里面的 combustion 比较爆炸的比较好，第四是这个 turbo 跟这个grounding cable，turbo 呢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打来插进的，它给它电 positive 的电，还有这个回忆的电 sustain 跟回电，它比较稳定。还有这个是给它稳定，还有它是给那个安装东西，我们叫 garden noise， OK， 比较少，所以弄到整辆车它的反应比较快，response 比较好， OK。第三是里面这个是我们叫 nano A 黑色的， OK， 也是给那爆炸力在 engine 那爆炸力比较好，所以这个整套的东西呢。我们叫 go package 哈，它会影响到你的车的很多东西，好像也同的东西，也这个东西，还有眼睛，它比较最主要是耐用，第二是它给它够两讲够电电的话是够电给你们，说那个它做工的时候比较好，比较稳定。安装这个东西的话。就是说把整辆车的那个电能提升，对然后它的那个整个运作就比较稳定，之余就比较安全有力了，对吗？比较有力，对。比较有力，对。第最重要是我们东西产品是五年五年保价，对，五年保价，所以我们的东西比较好，所以可以给你五年的保价。是不用 service 的，不用零电的，是放进去这东西是不用理它了。我们安装的比较简单啊，不复杂啊。对，它没有改装，没有捡东西
安装很快，没有剪电线，只是安装而已。对，是你要换车的话，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搬去新的车那边。嗯，可以再用。对，嗯，因为这个这么耐用嘛，那我们第四五年是很耐用嘛。嗯。啊，现在驾这辆车过后哦，那个感受啊有点不一样，因为从没有安装到安装过后啊，第一感受就是它比较有力，然后呢，第二就是加上去的感觉不一样，像受保护的东西这样子，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，比较紧。刹车器的时候呢，就比较踩少少，它就很有力，会停辆车比较安全感很重。再来就是说，你加了steering的时候啊，你感受到好像被保护的那种感觉，很奇怪的感觉，他们看风水一样啊，被保护着。然后第三呢，就是说，平时我是不开音乐的，但是这一次他叫我试看带开那个音响的时候呢，那感受又不一样啊。我们过头先啊。音响部分的时候呢，就比较特别，因为我平时呢驾车就比较少开音乐的，但是这一次我开音乐来试看它的感受的时候呢，在还没有安装的时候呢，音乐的声音呢就没有这样漂亮，因为我这辆车呢就不是那些斯巴利那些烧啊很漂亮的，只是普通的声音，但是安装了过后呢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声音比较漂亮，至于呢就没有那种沙声，就比较有力的感觉，那个声音比较立体的感觉。好像呢这辆车呢有一个特别地方，就是说它是用那个南诺技术来做的，然后就是纳米技术，这纳米技术呢我这辆车是有的，好像这些啊它也是纳米技术，只是说它是属于空气方面的，但是这个呢是放在那个电啊电线啊然后电能方面的纳米技术，给那个汽油啊比较好一点啊，然后比较流畅啊，然后它的冷气呢也是用纳米技术做到，会比较冷，也是比较省油的，然后感觉比较冷啊，关小一点先，很冷啊。比如说安装了过后呢，我觉得这辆车会让到这个车主呢有安全感，至于呢能够保养到这辆车比其他车更好，所以说安装这个会比别人省油之余呢，还能够比别人的车保养 engine 里面的东西呢会好很多，因为我们这台车的电池呢就消耗力很大的，然后电池一坏呢，然后这辆车就可以报废了，但是如果用了这个系统过后呢，我觉得这辆车可以很耐久很持久，而且物超所值，你们要试试看。